南投结束呢，他也是写一种很荒诞的故事，就也是一个老中医，所以在余华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老中医，因为在过去的底下那些医院，这些牙医呢是没有地位的，是吧？他们就用些老虎钳子，用些凿刀，是吧？给他拔牙。老中医这是德高望重，做那个号脉，拿的红包也很厚，是吧？是不是他个人经验中对老中医有一种偏见，所以他这里面写的老中医非常狡猾。所以那个时候呢，他那种语言的表现呢，他说这个，因为老中医总是站在一个窗帘后面窥视外面，他因为年深日久和炉火纯青的修炼，窗帘的一角已经微微卷起。比如他这么来描写，我至今不瞒你说，我十几年前读的这个小说，至今还记得这句话哈。他的描写是这种，他要写这个，不去写，更多的去描写老中医怎么躲在背后很诡秘的那个。他通过窗帘的一角已经微微卷起，就可想而知，他卷起这个窗帘，卷起这个窗帘有多少次了，是吧？就躲在那个窗帘背后来看外面的世界，他就卷起来，卷起来，就写这种老中医呢，这个非常拙劣的或者。就是这种诡秘的卑劣，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它，大家可以想象，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高尚的一个行为，是吧？窥视外面的一种世界。他的女儿，那么有一个男的叫做高山，然后呢，高山呢跟他的女儿结婚，他为什么跟他女儿结婚？他这里面人物是非理性的，是吧？非理性的啊，东山，他的女儿是啊，这个男的叫东山，不是叫高山，叫东山。他为什么跟他的女儿结婚呢？我们这都是两个人有共同语言，是吧？互相爱，是吧？啊，他考上清华，他考上北大，然后两个人这个都很配对的。他不是，他呢，这个东山呢，有一天走在那个巷子里面，远远的看到一条这个大花的短裤，肥大的短裤，在这种阳光和风，阳光照耀下，风。这个吹拂下，这个大花短裤怎么飞舞？他突然间一阵激动，就决定跟他的女儿结婚，这非常荒谬，是吧？这人们决定这个婚姻大事，他是以这种方式决定，他有意的把人物的这种和现实的逻辑跟他打碎，他完全的把我们过去的日常的一种经验，把我们不管是在经验意义上还是在逻辑意义上，他把现实给他摧毁了，就是他是人物是以这种方式来行动。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女儿呢，因为自己非常肯定，就是因为她非常肥胖嘛，是吧？规模比较大，所以她担心这个东山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所以她认为他对她会不忠。那么他就在枕头底下藏了一个硫酸。那么有点吵架呢，他就把这个硫酸呢要泼向这个东山。所以这里面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描写，这些故事的展开都是非现实逻辑，都是有意的把这种现实的非常荒谬的逻辑完全摧毁了我们过去的现实的那种存在世界的那种理性的一种秩序。然后这个被他毁容了之后呢，这个东山只好离开这个地方，跑到南方去。跑到南方去，这个老中医呢还不甘愿，老中医又给他配了一瓶药水，叫他把那个药水喝下去。因为他喝了这个药水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这种性的能力了。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父亲这样一个形象，对儿子在余华的这个小说中呢，他是完全去解构这个父亲的形象，是吧？父亲对儿子这一代的一种迫害，这个他后来在细雨中呼喊。那个小说独出一辙，那个小说他是写这个这个是罂粟啊，罂粟花，就是有毒的花都是非常美丽的，是吧？所以我们过去说美女与毒蛇，是吧？这个其实是因为这样的比喻是非常不妥当的，这个外表美心灵也美，是吧？外表不美心灵依然美，这个都不能说这个这些叙述。你看罂粟花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
还有这么多啊。妻妾成群是吧？我是按时间顺序来展开这些解释哈。这是一种，其实格非呢，在88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格非的这个《褐色鸟群》，那么这是一篇非常独到的小说。这个小说我也会在文本课的分析中去解释这个小说。那么这里我也简要的解释一下，这个《褐色鸟群》呢，可以说是当代小说也是最复杂的一篇当代小说。那么小说讲述一个住在水边的，他那叫做我，是格非。他小说也是像马原，我就那个叫做马原翰，这个小说也出现这个我，是吧？这个我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担心时间消逝，所以他每天看着候鸟飞来飞去，看着候鸟飞来飞去，这个他通过候鸟的飞来飞去呢，他来汲取这样一个季节。这个小说呢，要把它的故事呢完整的叙述下来呢，可能很困难。这篇小说大家看过吧？看过啊，看过的举一下手好吧？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没有超过五个啊，还包括林平。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小说呢，我渴望担心时间消失。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少女从我这走过去，走过去呢，这个少女说：“格非。”他看这个少女背了一个夹子一样的东西，他说：“你是不是背了一面镜子，像一个镜子一样？”他打开一看，哎，是画，有画，画了秋天的一些图景。他说：“格非，我是奇异，你怎么认不出我了？”他说：“你是奇异，我从来不知道奇异。”他说：“那离谱你认识吗？”李普，他李普是李杰的儿子。你看这小说中出现的都是称呼的名字，李杰，华东师大的，是吧？他说李杰的儿子李普。那么然后他说那你请进吧，他就到屋里去，到屋里去了，然后他们晚上就谈话。小说呢，他写的一种，就开始讲故事，就你发现他在叙述这个故事。这个叙述故事的人呢，他现在把故事叙述呢交给小说中的那个格非。那个格非呢，本来他们两人在说话，本来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个男的，这个格非和这个奇这个少女要发生的故事，是吧？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一个屋里了，是吧？这本来是要发生故事，而且这个奇呢是把两个暖水袋一样的东西放在他的肩膀上，但是呢他把它挪开了，把肩膀挪开了。那么有些人解释说，这篇小说是关于一个诱惑和逃避诱惑的一个故事。实际上呢，他逃避了诱惑之后呢，他在讲的是一个关于诱惑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这依然是表层的故事。他就讲很多年前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少妇，是吧？身材非常漂亮，他就跟着他。我好像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吧，有吗？一个美学家的故事没听说过吗？50年代，一个美学家没有啊？好，这不管。那等一下给你们讲。那么这个呢，小说呢，他就跟着这个少妇，因为这个少妇身材很好，那个年代身材好的人不多，不像现在都是啊。然后他就跟着，结果这个女的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那他没法跟了。他就是租了一辆自行车，跟着这个公共汽车，结果这个公共汽车开到郊外去呢，那么骑着自行车，这个时候呢，有一辆对面来的自行车，他用这个动物的他，附在那个自行车上，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他觉得他剐了他一下，然后呢，这个自行车呢，骑到一个地方呢，这个桥断了，没有桥了，那公共汽车跑哪去了？结果这个时候对面来了一个白胡子一样的老人，
提着把灯诸如此类的哈。然后想说好，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啊。可能一两个细节我跟他原文有一点出入哈，是这样。好，这个不管了。然后呢，这个事情不见了，他停下来，西又问，那你这个故事后面呢？后面到哪去了？他又说，他就跟他解释，他说你肯定有下文的。那他又跟他说另一个故事，他说呢，后来他受一个叫做野鹅出版社的邀请，写一部作品，就租在郊外的一个旅馆，从窗户上看过去，看到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追着他想这还了得，在野外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他要见义勇为是吧？他冲出去，冲出去呢，他就看见那个男的把那个女的压在那个田埂上，在他要冲过去的时候，他看见这个男的呢，从这个地上爬起来，这个男的一拐一瘸的走了，然后这个女的呢，抬一抬身上的土，对他说：“他是我丈夫。”哎，他说这很奇怪，这丈夫追老婆，为什么要在野外，然后在田埂上，这样的这很违背常理是吧？但他一看这个女的，他吓了一跳，他一看这是他许多年前在野外跟踪他的这个女的，这郊外跟踪到郊外的城里跟踪他到郊外的这个女的，但是他当时就没有表达，他就哎，他一看，哎呦，这是一样的。那么过了几天呢，他又到镇上的小酒馆去喝酒，喝酒了，他就看见那个女的在那里拖那个男的，那个男的喝醉酒了，他就去帮忙这个女的，然后帮这个女的呢背着她到她家里，背着她到她家里呢，他就说把她放她卧室的床上，他在她的卧室的床铺底下看到一双靴子，这个靴子呢是绿色的靴子，因为在小说前面有交代，他一直跟着这个女的，这个女的一直描写，这线条非常圆润是吧，然后有一双绿色的靴子，现在他在床底下看到这双靴子呢，跟那个他当年追踪的那个女的那个绿色靴子一模一样，他想着肯定就是这个女的确定无疑了，所以他到了客厅里，他跟这个女的说，他说许我其实见过你，许多年前我在城里还跟了你一段路，这个女的说她喝着茶，她把茶叶吐到那个盘子里，她说我从15岁时候起就再也没有进过城了，这一下他这个脑子一下就这个，他说这怎么会这样，这明明长得也是一模一样，然后还有那双靴子，怎么说呢，15岁时候起就再也没进过城了，他当时跟他说，他说那天我追着你的，然后路上发生什么事，他也跟他讲说另一个故事，他说他追着他，后来那个公共汽车开到那个郊外，开到郊外结果那个桥呢没有了，然后这个有一个白胡子老大爷这个拉着把灯出来，他说我丈夫也跟我说过一件这样的事，他有一次他路过那个地方结果呢有人掉自己骑自行车掉河里了，然后把他怎么捞起来，他那天因为他骑自行车也刮了一个人是吧，刮了一个人，那个人他当时只顾往前骑，没有注意到那个人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这些都是用这些小说的，都是一种细微的差异，又像要重叠，又像有一点差异一样。然后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这个女的呢来敲门，跟她说她的丈夫死了，叫她去帮忙。那么他就只好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因为外面下着瓢泼大雨，他跟着这个女的呢到了那个，不是有，应该是他叫别人来叫的，是吧？是别人来叫的，带他到那个家，因为他一进那个家，看见那个女的在那里哭，因为一进他推门进去呢，一见他推门进去，这个女的哭得更加悲痛，他特别描写这个细节，这个女的哭得更加悲痛，她叫那边呢要拿那个棺材钉来把那个，因为那个男的已经放在棺材里了，要钉上钉了。但她这个时候，她明明看见那个男的呢从棺材里呢坐起来，把那个中山装的这上面一个扣子呢要解下来。她说，如果是他动一下，她觉得有可能是她的幻觉。
但他从棺材里坐起来了，那还把中山装的上面一个扣子解开，他觉得这个他看得很清楚，那当然他又倒下去了，然后呢就叫拿来棺材，但是呢棺材有盖子了，棺材就要盖上，然后拿钉钉上，然后拿那个大的那个麻绳给他捆起来。哎呀，他就很疑惑了，但是小说在这里疑惑他也没有别的，然后他后面写的就他不断就安慰这个女的，后来跟这个女的呢就变成他的情人了，然后要就跟他结婚了，啊，这个女的其实在跟他结婚的30岁的时候跟他结婚那一天呢得脑溢血，这个女的死了，啊，这个小说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小说到底说什么，到底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是吧？我后来我的分析呢，我读这篇小说我从哪里开始分析呢，就小说的真相，我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也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说我从读这篇小说从那个细节开始，就这个男的呢从棺材里起来解那个扣子，我觉得这是我们理解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呢很可能要讲出本来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他要讲一个女人谋杀了她喝醉酒的丈夫，总是酗酒的丈夫，男的喝醉酒就打她，里面讲了很多，就打她，然后非常这个男的非常混乱，非常那个，他就决定要把她谋杀掉，是吧？就他喝醉的酒就把她放棺材里，啊，把棺材盖起来这就行了嘛，是不是？然后叫一些证人把那个男的叫来，然后隔壁的邻居叫来，就他死了，赶紧把他棺材顶起来。那么格非说写这篇小说呢，他当时受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他有一次在华东师大的后门和几个同学呢去这个买火柴，要抽烟，没火柴了，他跟那个同学去，两个同学去，几个同学去买火柴，他买了香烟买火柴，然后呢一个同学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就要买火柴，那个卖火柴的那个小店铺的老板说，哎，你已经有火柴了，你还买火柴干什么？他把这个火柴盒一推，里面拿出硬币，就这火柴盒里面装的呢它是硬币，不是火柴，就他没有火柴，是吧？他要买火柴，要拿这个钱呢是买火柴。那老板一看，你这火柴盒，当然推开一看里面其实是硬币，是吧？他这个他受到这个启发，所以他呢这样来写小说，就是说这个，那么这使我去理解，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真相，就是小说他一直在追究一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什么是这篇小说的真相？他讲了这么多的故事，是吧？前面他跟一个女的，到底这个女的是真还是假，是吧？是不是那个女的，到最终他没有结论。但是呢这篇小说本来是要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人谋杀了她总是酗酒对她暴打的伤害她的丈夫，但是她为了讲这个故事她用了很多的圈套，她要把这个故事要把她要讲的这个故事藏起来，本来要讲的故事，哎呦，本来要讲的故事，结果呢是要把它变成他要逃避的故事，他要逃避这个真相，要把这个真相定在棺材里面去，让你不知道他这个小说到底要讲的故事是什么，真的故事给他藏起来。